这个是应该说是美国的侥幸在前，我们反制在后。这是另外这个台独分裂分子这个气焰非常嚣张，这个勾连这个外部势力，出谋呢以美这个谋独，我们是被迫，就是我们必须，做出的这种举动，所以这是也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这种维护国家统一的这种这个权利，像这就无可指责。这一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台岛的东部设立这个靶区吧，就是这个导弹呢集中这个，台湾以东海上这个，指定水域的特定目标，应该说这个精确度很强。这我想也是向这个岛内的台独势力说明，就是我们这只能刻意对他们进行精准打击。那当然，这次我们这个海空兵力多次越过这个所谓的海峡中线，我们这也说明我们不认可所谓的海峡中线。台湾海峡也阻挡不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个决心和这个能力。未来呢，这种我们在常态化这种类似的这种演练，如果台独这个分子分裂国家这种行为和外部干预势力，继续这个挑衅不断，那我们这种行动还会继续。这是我们的陆军的这个远火实弹射击，也就专门朝着这个台湾海峡中线以东这个打。那这是表明呢，就是说我们有能力，那么过去呢，我们可以能打金门，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火箭炮可以覆盖全岛。这也表明这个就是真是对台独势力一种震慑，这是远火实弹射击和这个长岛实射，应该说这种两种方式，一种呢就越岛，这个飞越这个台岛上空打击这个台岛东部，这说明我们的导弹突防能力强，反导系统是难以拦截的，想拦也拦不住。